快找不到老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打电话打给所有他的闺蜜，没有一个闺蜜有找到他的，找到他行踪，他在跟别人聊天睡觉。我赚钱养家不是给你睡觉用的，再让我找不到人，你就待在外面，永远别回来了。你是跟老婆是怎么认识的？这个才比较，不是两个人是谈恋爱的哦，或什么还是相亲？对啊，他是你的病人，我们就是拿一只小象来亲一亲，然后我们就决定了一个终身。什么？你刚说什么？相亲啊，两个礼拜订婚，三个礼拜就自由结婚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是真的啦，是真的。等一下，你可以问他，这个这不能够说假的。哇，他老婆有一个问题，他放在心里，他一直在睡觉。对，我老婆很喜欢睡觉，早上睡觉没问题。对，有一次的时候我在交病房啊，有个年轻的女生睡死了，就送到我交病房给我治疗。啊，这时候我开始在焦虑了，十二点老婆还没睡醒，哎，一点打电话她还没睡醒，啊，两点打电话她还没睡醒。我只好还好，我家就靠近我医院，赶快跑回去看他有没有睡死了。哎呦，结果他躺在沙发，你回来干嘛？重走，哎，你还在睡觉？我好累啊，刚起床啊，我想要睡啊，回笼觉一下，继续睡觉。你老婆会疑神疑鬼啊？没有，其实他疑神疑鬼并不是真的疑神疑鬼，他是非常有强迫的强迫症的感觉，因为他处女座，是你知道我处女座有点控制狂，控制。而且你知道我双子座，我双子座就。偏偏不弄，偏偏弄嘛，抓不住。偏偏不弄，偏偏弄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一点就是说，让我找不到人，你老婆会让你找不到人呐？会呢，老白天出去，白天出去不行，去跟人家聊天，聊到手机忘记带，我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哎，奇怪找不到老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对，然后肚子又很饿，会担心，打电话打给所有她的闺蜜，没有一个闺蜜有。找到他行踪，我差点要去派出所、警察局呢。他在睡觉是不是？没有，他在跟别人聊天。睡觉。在跟别人睡觉。所以那时候我很生气，再让我找不到人，你就待在外面，永远别回来了。哦，我倒想看看哈。他这种态度跟他老婆讲话是不是也这样？你等一下最好是一模一样。来。漂亮！老婆东西偷出来，我的外观是不错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一直在想，刚才太没空了吧？全副武装哎。哇，我赶快马上回来，知道你们要来。我老婆去按摩，我们男的女的全部跟我进去。突然间冲进来，会不会真的戴绿帽啊？欢迎来到韩色。哎呦，哇，韩色，哎呦，哇，哇塞，哦，哎呦，这样可以啊。我是黄轩医师，哎，这一次是我跟我老婆第一次带她去的，之后不带她去了，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，还跟着沈玉琳，我们一起在 rap， 一起在唱歌，就让我来 rap， 看看你的唱法，就让我来 rap， 你把地砖当台，就让我来 rap， 这个医生真的好奇怪哦，今天要趁老婆不在的时候，赶快去把她宝物找出来。不对哦，该不会就是还好吧？好喜欢这个 VCR 哦！这 VCR 太精彩了，各位找到了，各位竟然就是一只造型的手哇！博士是这个哦，来，介绍一下，对，金戒指吗？要跟大家介绍真实的我，我发现到这个秘密，是我岳母大人往生了，然后他有一天叫做他在沙发里面，客厅沙发，在那看到漂亮客厅沙发，他就拿起来看，我说这是谁的？我没有买给你啊，没买给你啊，他说买给你，别的男人给了，都是别的男人给了，我啊，这是谁的？然后后来强迫之下，原来他是睹物思人啊，他想他妈妈，他其实他就拿起来看，然后才告诉我说，原来这就是他阿祖给妈妈在讲，传下来的，所以我才能感动说，可是问题是我真的是不知道他藏在哪里耶。我跟你讲，他这一个哦，黄金的部分没有很多，但做工
还算细致，很细腻。它是上面一只青蛙，然后青蛙镶上一些宝石，哦，小小的，女生戴起来应该挺好看啊。这个这么严重，不要拿出来乱玩吧？哎呀，你像玩那个没有啊，就最珍贵的宝哦。平常不拿出来的，好不好？了解了解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还有什么愿望吗？他每天都不准我吃外面吃东西。哦，可是我来自于马来西亚，我自己是想要故乡的味道。哎 ，You know。故乡那个 taste 的味道，他要去吃，而且禁止老婆出席。哎呦，因为他会告诉你说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吃，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吃。去餐厅什么都不能吃，请问去餐厅干什么？那就吃他煮了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了解了解。对，所以你要自己去。对不对？没错，你说到了，非常有道理。水来，我偷傲给老婆。实战，实战经验，来来来，这三件通通讲出来哈。来，电话给他扣出去哈。哎，正妹你好。嗯，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正妹，你现在在干什么？看电视啊，怎么样？看电视啊，你怎么这么有精神呢？你今天没有睡觉啊？我。睡很晚起来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睡很晚起来，你还敢讲？你要找睡人，人讲做人的心不在得力，渣渣气困的。我知呀。啊，我晚起困的渣渣气。啊，你知？啊，你不是人的心不吗？婆婆又不在。啊，你婆婆不自在，你这个小媳妇除了睡觉还会干嘛？我赚钱养家不是给你睡觉用的，你个小媳妇知道吗？讲重点。我每句话都是重点呐，你不要怀疑我，每句话真的是就是重点啊，我真的是告诉你啦。哎，真妹啊，好了，要干嘛啦？你还记得吗？有一次去外面的时候，在旧房子去找你，我回家就是找不到，找得很慌很慌很慌，有没有？对啊。你那时候你去做什么？我在邻居家。对，去邻居家，从白天讲话讲到晚上八点回来，我晚餐没得吃，我那时候很生气，我就告诉你。这么久还要记得？这种记得一定有啊！我那时候还记得，我再让我找不到人，你就待在外面，永远别回来了。可是那天晚上，你还是回来了，所以谢谢你。没关系。我看到你很愧疚的。脸和眼神跟我讲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知道吗？当一个男人很生气的时候，你只要讲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男人什么气都消掉了。所以正妹，谢谢你呢，谢谢你呢。不过我觉得哈，正妹，我告诉你啦，而且不要听我讲话嘛，正妹，我告诉你啊。啊，你昨天为什么又在骂我说动你的钱包，动你的东西呀？我每天都要 check 一下，因为你有时候拿了钱，然后你就把那个钱包从那个包包掉出来。你自己掉出来的、啊，我没有钱包吗？你再疑神疑鬼，以后我连钱都不给你了，乱七八糟。不要给，没关系啊，不要给，没关系啊，钱都在我这里啊。没钱，我就钱在，我那是。讲不下去了，你这样子让我讲不下去了。你谢谢真妹，谢谢真妹，我们讲不下去了。好，再打电话回来报告。好 ，OK， 快，快点，最过，厉害厉害哦。没有，好会打比赛哦。你老婆伟大了，她要忍受你这个人这样啊。对啊。刚那个 VCR 已经说明了一切。而且那个耳朵很痛哎，讲一讲。哇，我的我的我的。没有，制作单位。做电视机器。但是制作单位拿着制服给我，请你表演，我就马上就表演。其实真实的我蛮认真的，没有这样子的表演的，请你们不要误解的。刚才的画面。戏剧效果。演什么就对啊，很棒啊，恭喜失败。